来，干杯。嗯，干了啊！叔叔，您别喝这么猛啊。没事儿，高兴啊。阿泽难得放假，你呢也歇班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家好不容易才能凑上一桌吃顿饭呢。是啊，来，夏初，快尝尝你叔叔的手艺。谢谢阿姨。来，这个，哎，尝尝。谢谢。哎呀，我觉得呀，把整个家重新装修一下怎么样？哎，要不这样，趁明天上午还有时间，咱们去逛逛家具店吧。明天呀、啊，明天不行，我们有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明天那个部队要拍一个征兵宣传片，我当演员去。我要去当吃瓜群众。反正明天就走了，也别折腾了。吃完饭赶紧收拾收拾行李，别落什么东西。啊、嗯，我知道。你不就是怕这个房子重新装修了，夏初不高兴吗？没有。儿子，我问你啊，要是以后再遇到我跟夏初意见不统一的时候，你怎么办呢？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这位老同志有没有什么建议啊？嗯，你别把我扯进去啊！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咱们爷俩就管好各自的女人吧。这个主意好啊！来来来，咱们再喝一个啊！来，夏初，谢谢你啊。从今往后，梁木泽的身家性命可都是你的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阿姨。来来，干杯！爱奇艺 ，Strange Name，Amazing Shows。爱奇艺。